然后你要带上这些东西。开了快要两个月，你想问？开的不久的。慢慢那边的人还快一点，发性是吧？嗯，难得难得。你去华师那边吗？从哪里过来的？安徽。你是去安徽，怎么在去安徽啊？我那天给你打完电话，我都去了。那你不去湖北那边呢？湖北过两天去啊。